这么忙业绩才这样，总比有人还没开市好。别这么神气，今天才过一半呢，等你来个大客户压死你。又来了，自己做业绩的。你妈说什么几份？你是把我白天的话当耳边风了？我也就是想要冲业绩嘛，他要第一套腰包，我也不想输得太难看了。这是刚才那位客人买的吗？对呀。那销售人员应该是我，你怎么是你自己的名字啊？前辈，麻烦你看清楚，销售括号不是你推荐的那两组哦。所以呢？我选了他更喜欢的、啊，他也买了，就这样。可是那位客人是我接的呀。但内衣是我销售出去的，所以业绩都很算我的、啊。那我们就正式了。好。好，来三二，开始。现在是 Lady 母亲节档期，有钢圈无钢圈调整新内衣，买三送二都可以做搭配哦。要买要快哦。好，卡。好，来，两位谢谢，我们今天收工了。好，我收工了，拍广告好难哦。